其实本身呢、啊、就是一件洋装配上一件衬衫，里面附的白衬衫其实很好用，就是它是这种精梳棉，非常柔软细致的棉质衬衫。那整件呢，其实妞儿今天一样是穿着深色的内着，但是在这一个就是颜色里面完全不会透光走光，所以其实在内着上大家其实不太用换哦。本身呢它有做很可爱的两个斜切口袋，口袋之外呢外面呢还有做这种立体的口袋布哦。那再来呢它也是选用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经典的琥珀扣之外呢，一样会送给大家一条带子哦，就是有这种扣环的带子，你可以自己稍微绑个蝴蝶结就比较有腰身。再来呢整件呢它其实是没有弹性的，但是妞儿估计应该是可以穿到小 L 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妞儿现在穿下去它是完全藏住我的屁股肉啊、臀部啊、腰的肉，所以呢它整个也是微宽松，非常非常的舒适好穿。这些扣子是真可以开，但是啊它不足以就是爆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好，它里面预留的空间比较多，所以即便你看到、哦、你是肉肉的，我觉得也爆不开。而且它有个很重要的小巧思，在胸下的地方有做一条车线，让我们整个胸部可以挺上来哦。那妞儿的身高是161公分，所以其实啊这件没有什么高个儿小个儿的问题。那有一些就是上班族，你可能会踩一些跟鞋啊，或者是平底鞋，我觉得这样子也超美的。如果你想要多一个休闲的感觉，其实啊稍微简单戴个鸭舌帽，我觉得就很好看了。